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环保新视野系列单元。2002年呢，法鼓山曾经办过一个展览，叫做流转巨手，是为了将阿处佛手送回山东的四门塔。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师父曾经说过，这个展览融入了心灵环保还有人文精神的理念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美的呈现。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心灵环保不只是一些语言或文字或者是教法，它可以透过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呈现，比如说艺术，比如说美。所以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当时的策展人三省堂的负责人曾逢景曾老师来跟我们谈谈今天的节目主题心灵环保与美学。欢迎曾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老师，我们知道在法鼓山所办的一些活动当中，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流转巨手，然后还有后来的游心禅悦，然后还有前一阵子的一个默观禅悦，老师都是这些活动的策展人。那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缘起您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些筹划，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跟师父之间的一些互动？有一天呢，大概2002年的时候啊，《中国时报》的李梅林，他就发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要我就说下午就到这个法鼓山的基金会去说开会。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师父接受了信众啊，捐赠了一尊阿处佛的那个佛头啊佛手，因为师父请人去查说这个佛手的来源，后来知道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哈，所以他师父就指示说要还回去啊。那要还回去之前呢，他是希望就是说能在台湾能让我们的这些群众民众啊都能够欣赏，能够瞻仰阿处佛的这个佛言。那所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国父纪念馆举办一个阿处佛的一个展览。那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 shock 啊，因为我办过这么多次的那个展览，基本上呢那个展品都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那只有一件展品呢，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就只有提供给您的素材就是一个佛手，只有佛手。然后那个场地又不是很小，因为我以往对法鼓山对师父呢都是很敬仰很那个，所以我当然是毫不犹豫的，有这个机会我就接下来，再困难我也想办法要去解决。那好像后来还有一个游心禅悦，那这两个展览好像形态不太一样。老师面对法鼓山的这种别出奇招，有时候有很多的作品，有时候没有作品，然后都要来做策展，然后再跟师父的互动啊，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师父啊，很有趣。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就已经感受到他的那种特质，他的那种睿智。他处事非常明快啊，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来？我第二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师父也到了，就听我们大家在讨论，就是说把大家的想法拿出来那个的时候呢，他整个听完的时候很明确的就指示了，就马上就指示说，好，郑老师就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很简单很明快。所以这个事情从头开始，以我的那个这个策展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经验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短而且明确的，这一点很有趣。师父不会因为说他有一些宗教的理念啊想法啊想要放在这个展览里面，所以会要求您有一些呈现的方式或者是表现手法不一样，还是就是全权交给您？对，没错。他是让我感觉到他是全然的信赖，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然后他就不再过问，他只希望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改变的时候呢，你告诉我，这样子。所以您就是直接跟师父报告了您想要呈现的方式。那很有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心禅悦，跟有心禅悦有什么差那个差异的时候哈，其实它两个差异非常大。流转聚首呢，它是为了一件展品而去设定一些流程、一些这个情景，然后让信众能够按照这种新特定的这种路线，然后把我们要设定的这个目的啊、完成。那事实上呢，它也达到了我们的那种要求啊、那因为我们要设定这样子的那个流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思考的方式，它就是比较像一个设计，它是为了一个某种目的而去设定的。那但是呢，这个游心禅悦比较强。那游心禅悦不是，游心禅悦他的作品很多，师父的作品很多。那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师父的作品，所以它比较像师父定的这个标题一样，它是游心禅悦，它是走到哪里。游到哪里就体会到哪里，你就有体会到哪里，你就有那种禅悦，你就有那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而且在展场上呢，它也是非常特别，跟以往的那个思考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作品很多，还是因为场地有些什么特别的？是场地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第一场是在台南，第二场是在台中，啊，然后接着呢是要到高雄跟台北，啊，所以我们在租借那个场所的时候啊，大家都费了很多的心，星光三月他们就非常发心，他们愿意把那个台南他们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展场，啊。无偿借给这个法鼓山用，那后来我们去看了以后啊，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然后我去看了以后，它不是围起来的，完全开放的，只有柱子啊，完全开放，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卖泳衣的啊，然后有卖牛仔裤的，什么都有。那我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那大家都想说啊，那一定要围起来了。后来我。忽然间有个想法，法鼓山不是一直在说人间净土吗？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它就是一个净土，随处都是一个净土。哎，后来我采取了一个开放式，完全开放式，没有围墙的那个。就是等于让师父的这些书法作品可以穿透到每一个，然后让来的人也可以，不管他走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都可以因为走到这里来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沉淀。对对对，他很有趣的。后来呢就是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看，比如说这边就看到义府师父的放下，然后呢我们头一转过去，那边就是有一些物质的诱惑在那里，可能有一些名牌的在那边，然后你就忽然间会有一个想法的，哎，放下来。然后甚至你就走到那边去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你回过头来一看，远远的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清凉两个字，那你忽然间你的可能的烦躁啊什么就这样整个就这样沉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整个设计的那种方式。所以其实对老师来讲，两个都很有设计的挑战，一个是素材太少了，但是呈现的东西是要自己要去发想的，一个是虽然东西很多，可是那个空间需要做一些调整。师傅的作品很多，就像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那个商品一样，也都是很多的，可是呢你穿梭在里面，你会觉得眼睛你看到的地方碰到的你都能够得到一些东西，甚至你穿透过这些作品去看到其他的那种
现实的商场，物质上面的一个呈现，物质的比较物质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那种领略哈，我想它是非常非常强烈、非常有趣的。因为对比，所以会更强烈。真的就是像我们讲的心灵环保，它是随处都可以做。对，其实这个净土就在人间，你只要心净，你国土就净了。我想这次的展示应该对曾老师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真的是跟流转聚首很不一样。对，两个展览都给了我很多很不一样的思考然后呢，以做设计来说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可能性放到最大，以便于就是说能够为我们的任何进来的那个 project 去服务。谢谢老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再回到现场，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是，谢谢老师，先休息。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老师，我知道您平常设计的一些作品很多元，那比较长的就是可能有些舞台的设计啦，或者是一些展场，我们刚刚谈过的那样子，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设计，然后去布置出来的一个场地。可是我有一些学设计的朋友，他们谈到说像这种设计啊，那时间到了就要拆除，就是心里头会觉得有一些不舍，或者是都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嘛。那我会想到像西藏那个沙坛城也是一样，就是不管制作的过程多精致、多花心思、多专注，到那个时间一到，它就变成一捧沙子而已。不晓得老师在常年做这些规划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其实西藏的那个沙坛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学习知道就是说世界万物其实它不是永远会存在那个地方的那它是有生有灭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做这个展场的设计也就是说活动的设计或者是舞台啦什么的，它必须得在被限制在某一个时段里面跟一个空间里面它生，然后呢在特定的时间那个限制里面它就灭。刚开始生命期还蛮短的。对，有时候我们也不太习惯，刚开始都不太习惯这个东西，你总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东西，我要好好的去保留它最起码拜托你们多保留几天嘛，甚至几个小时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怎么想，它都在这个时间内，它就必须要被那个去被灭掉。那灭掉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学习到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生生灭灭，它是不断的在那个，然后因为生灭，所以它才会不断往前走。就是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创新的可能。对，那讲到这个我也发现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展场当中一直不断的随着时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然后有新的作品出来，新的展览出来，在这个过程里头，不晓得说布置的这些原物料，我们说环保嘛，其实不只是心灵，有一些实际上的环保的东西，就是这些原物料在被使用之后，他们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被重复在使用，或者是说在策展的时候老师们你们会不会去想到这个部分，对于原物料或者是对于材料的这个再利用等等的课题？因为现在的环保概念基本上大家都有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重复利用
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已经承载了太多他原来所没有的那种压力，比如说在几十年前活动没这么多，在这个地球上面活动没这么多，那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没有这么多，就展场啊，就是说材料的使用的话，那个周期没有这么快，频率没这么。可是现在很快很快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得意识到，就是说这些东西材料了那些东西的再生，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想我们做设计的人，每个人都有这种概念。那当然，我们的希望就是说，在设计出来的时候，你施工东西都是最新的最好。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你如果都是新的，那这些新的这些材料，它会去哪里？对不对？所以慢慢的，我们也学习到了，就是允许，甚至就到后来鼓励我们的施工单位啊，把旧的材料、原物料拿过来再重复使用，等于给他们第二期的生命。对。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很多设计师不是这么了解这么一件事情，他们还是会要求说，哎，你还是用新的材料给我，以便于就是我能够看到我的真正实的成本。好，那我倒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一些改变，尤其是施工的工人包工他们呢，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东西，一做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一堆，对，材料非常多，拆掉也很可怕。那你拆掉要运送，要那个，当然丢掉，你要丢到哪里去？以前丢掉不要钱，可是现在丢掉要费用。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就是说找一个地方，我们把它放起来，然后下一次呢，就拿出来再好好的利用。所以这些施作的人，更珍惜这些材料。其实他们现在很多都比设计师还有概念，因为他们也想省钱。所以对于设计师的部分，可能还需要一些再以比较从环保的概念去做一些推广，应该是要这样做才对。那所以讲到这种环保这种概念哈，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会为了某一个愿望，甚至某一个理想，我们会去做一些，比如说所谓的象征性的东西，那比如说我外出的时候，那我就会想要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去，偶像啦或者什么样的出去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被生产就是随身携带的法宝这样，随身携带的佛像或佛龛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东西，其实以信众如果一多的话，这些东西就开始多起来，数量也很可观。那个东西使用到的我们的地球上的资源其实是看不见的，一点点一点点，它积少成多，它就被用掉。那在西藏有个朋友，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他们西藏人呢，他们出外的时候有时候会携带一个模子，铜的模子，那这个铜的模子呢里面是佛塔的形状，就是我们讲的浮屠圣造七圣七级浮屠的那个浮屠。那他们怎么使用呢？非常浪漫，很有意思。原来这个东西是压在泥上面，然后变成一个实质上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一个小佛塔，实体的佛塔。可是他们把它升华了以后，要怎么做呢？他们就带了这个模子，他们走着走着，他们需要去祈祷，需要去做这样子的行为或者仪式的时候呢，他们会走到水边，然后把这个佛塔就轻轻的在水面上，嘣，这样一下，然后一座浮屠就水中就现了佛塔。对，那这个东西的生跟它的灭，它其实都是没有利用到我们现实世界的所有的资源，它不是物质上的塔，是一个心灵上面的上一个象征的符号。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们的物质非常缺乏，因此他们造就了他们的这些想法。那我们生活在这边物质非常充裕，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滥用。啊，我想这一点是我听了他的讲以后呢，我深深的就有一种感觉了，就是说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很快速的去升华到那样子的一个点上。老师这样讲，我想到以前一个朋友谈到，就是在台湾啊，我们要找一尊佛像啦，或者找一个佛画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都随身携带，然后甚至就到处发送，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印了很多跟大家结缘，可是就是风吹日晒，没有人去理会。然后说他在大陆的时候有曾经碰过他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佛的那个相片塑像，然后就很虔诚的，因为就是只有那一份，很虔诚的去礼拜，很虔诚的去真心的去祈祷，去祷告啦，或者是去礼拜啊，去供养等等。好像在物资的不同的情境底下，人们其实往往就会忘记了，比较对没错，比较容易变成浪费了，或者是觉得不珍惜，是反而是越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越懂得去珍惜每一个能够到手的资源。是，因为西藏人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出门一定携带那个叫嘎乌嘛，那嘎乌就是佛龛呐、啊，小佛龛，那里面有佛像，他们随到一个地方，他心里觉得需要跟神明佛祖他去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就随时就请出来去沟通，那心情他们就会平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而且他们这种随身携带的这个佛像呢、嘎乌呢，他们都是一直在用。他不会像在台湾这个地区，好像一下子这些纸张啊什么就大量的做大量的那个，然后就不见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浪费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它是一个非常不环保的。所以不管是从展场的概念，或者是从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些跟宗教的一些体会啊、感受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环保的东西从心灵的方式去呈现，或者是去提升，然后让我们不再轻易的去浪费物资，然后更深刻的去体会人事无常当中的生灭。对，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人对其他的我们称之为物的，可能植物成动物的一种尊重，你不去滥用它、okay. 不要过度的去用这种资源，因为这个资源是大家的嘛，而且也是有限的。对，谢谢老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再请教老师其他方面的问题。谢谢。yeah,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老师跟我们谈到了一些无常的变动当中的生灭观，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我想象的啦。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接到很多不同业主的个案嘛，那可能业主有他的想法，那做设计的人有做设计人的想法。如果说在设计的概念或者呈现的方式上面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不晓得老师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然后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状态。因为做设计工作已经这么久了，当然各种情况都遇见过哈。那当像遇见师傅那样子的那个情况是，那是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稀有难得。他会把相信你，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信赖你，就让你去放手去做。这个是以设计者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梦寐以求的这个的这种状况。但是呢，因为你面对这么多的业主，还是会碰到很多他想法跟你南辕北辙的。还是有很多。那像碰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去调适自己，或怎么样去跟他沟通、
会不会 学的说既然委托我了，然后我又从美的角度或者是从我的设计的专业，会不会想去说服客户，或者是遇到那种很坚持自己想法的，你们会怎么去处理？当然刚开始哈，因为比较年轻气盛嘛，总觉得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就是对的啊。那慢慢的呢，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让我们慢慢能够接受，就是说啊，业主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他这么坚持？所以我们学到了，就是说用他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因为设计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有目的性的。他所谓的设计，就是因为我要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去设定了以后，然后去计算，去这个算计，就是说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去把它执行出来，会比较好。所以他是非常带有目的性的。那这个目的呢，业主一定他最清楚。你就不妨就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啊？对，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为什么这么坚持？那做设计的人应该要很明确的，而且诚心的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就像做设计其实跟做创作是不一样的啊。对，他不是自己的想法的展现而已，他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需求。对对对啊，因为我们就是来帮他完成他的理想，然后呢？最好的状况就是我们不但帮他完成理想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帮他的理想加分，然后彼此互相就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其实是最好的。因为我做了这个 case 了以后呢，我可以进步，然后因为我帮他做了这个 case 以后，这个业主呢他也能够提升，然后慢慢这个互相的那个互动就有的比较好的那种发展，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就算有一些想要让他做得更好，也是化于无形。对，有些东西它不是在他这个 project 里面马上看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必须非常有耐心的啊，你要让你的业主知道。这是另一种教育的方式。教育他，然后当然说教育他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多大了。我们一直也在跟客户学习了，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个业主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法在那边落实，落实了以后，其实它是一个实验，对不对？你在实验的过程这个当中呢，你要接受很多检验嘛。你才知道说哦，你的想法它是不是究竟对经不经得起考验。那其实就像我们在佛法里面常讲的，就是那个我到底要放多重，就是尤其在这样一个主导的过程里头，那老师在这个在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客户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管是让您觉得挫折感比较重，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学习到很多的？不管是挫折或者是那种你有那种成就感的那个哈，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啊。有过很多像这样的 case， 就是我们提供了比如说三个案子，假设啊，一个叫做好，一个叫普通，一个叫做差强人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过不少的客的这个业主呢，他们都会选择差强人意，我们认为不要最不好的一个，就勉为其难去做的东西。对啊，可是我们经过了一些讨论啊，然后想办法就是说说服他了以后，他们还是选择那个，选择我们认为最不好的，还是选择最不好的。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东西到后来很有趣，就经过了几年了以后，我们自己再去回过去再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会发现其实有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没看到一些东西。对，我们没看到那个东西。那客户他自己知道那个时候他要什么最适合他的，对，
可能在它不是最好，设计者眼中不是最好的。对，它不是最好，但是它是最适合那个段时间它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一次给它到位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可能在它承受不起这种东西。他必须要一个学习的那个时段跟那个过程，可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到这一点。这个是我们做了这么久以后回过来反复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些教训。可能从设计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嘛，所以一看就知道什么最好。是，可是对于业主来讲，他就是一次第一次或者是刚开始接触，所以对他的作品来说，他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从你的眼光看，他需要的是现实的东西。现在什么对我最好？哎，这个很重要。你不要给我未来五年以后的东西。哎，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比较想不到的。哎，因为我们都比较理想化，那他们是比较实际的在操作的人。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两边要磨合，我要去倾听他要什么东西，去理解他要什么东西，然后他来听听我们可以给他什么东西。哦，他或许他一听，对，你的东西很好，可是呢，这是我五年以后要的，那可不可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以后要达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一些我们马上就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东西。然后以便于呢，我五年以后我真正达到你们给我的那个美好的远景。他有他自己内在的顺序跟节奏。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学到很多了，就是说不能自以为是。哎，尤其是做设计做艺术工作的人，经常有很多人把自己的世界当成别人的世界。哎，当然这种与人共享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必须得要去想想看别人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哎，老师，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跟您在接触佛法啊，你觉得有些什么是相应的？这个东西哈，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用这种现实的方法在过日子，其实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修行。因为你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想法都跟我不一样，我给他这么好意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或者是人家给我们好意的时候我们也接受了吗？可能也未必。那所以应该我们学习到了，就是说应该是把心给放开来，把固执的那个己见给放下来，就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东西其实不见得，你可以跟他分享，用很得体的方式，而不是强制性的。哎，那可是呢反过来你要强制自己，你要去听听人家的，你要去看看人家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常在讲的那个我执的部分。我执的部分尽量放，哎，然后就是那个精进的心要加强，要让自己更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比较不会觉得业主的一些想法跟您想法不同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委屈。就是对，从专业的立场来看，以前会现在比较不会。哎，越来越不会。因为你在任何的情况下，在任何的逆境里面，其实它都能够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你在你的老师良师身上你可以学到东西，其实在你认为他是一个恶人或者那个，你何尝不能学到一些东西呢？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嘛，对不对？你会把它当成一个镜子啊。那学到之后说我不应该这样做，那我怎么才能够不像他一样？其实这个都是在学习，从工作的本身当中就让您在学习一个那个面对顺境跟逆境的一些调整，到最后是没有顺逆之别了。其实啊，风跟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看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念，就是那个念在什么地方。
哎，你一念，你这个念是善的，这个世界就是善的，然后他就可以往善的这样继续走。你如果觉得你受到委屈了，很难过了，那你的世界瞬间它就变成灰色了。这个完全就是都由自己去那个。因为我有时候也偶尔会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自己会觉得愤怒，那个情绪会起来，后来发现自己完全是自己受伤。居然有时候会生气到你脑中一片空白，像个呆子一样，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谢谢老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想谈了很多就是实际上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跟体会。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谈您对于心理环保的这一些想法。谢谢老师，谢谢。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老师，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从您的那个设计公司叫做三省堂看起来，还有之前好像我们有位同事有访问过您，有谈到说老师的姓跟曾子有很大的关联哦。那听老师在讲一些东西，觉得有带有一些蛮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风格或者是一些背景。可是设计它其实是一个很西方的产物，尤其是现在的环境，好像很多人对于传统的东西比较不那么的喜欢，往往会希望看到一些很现代化的一些设计。那可是我们从老师身上看到是一个非常传统温文儒雅的儒家的那个风格。不晓得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个让您觉得调整或调适的过程？因为三省堂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也是想破了头想要取一个好的名字啊，因为年轻嘛。可是后来想来想去想不出来，那后来觉得说自己姓曾，因为我们姓曾，曾的堂号就是三省堂。因为我们有个祖先叫曾子，他讲了就是说人要无日三省吾身。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姓曾的后人呢就用了三省堂这个堂号就一直用，就沿用到现在。那我就想那还不如就是直接拿来用那就也可以经常的砥砺自己那所以就取了这样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多人也拿到我的名片的时候也会跟我讲说你们是什么公司，你们做什么的，这看起来好像在卖书的啦还是什么传统文物。对，它是比较偏传统的。可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现在整个世界变了，他们西方在现在在向东方学习了又反过来了。对，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要说中国大陆，原来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堂就跑出来了他们也开始认可他们自己的原来祖先的出处也开始用一些堂号，甚至自己还设了堂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它不再是分那么清楚的去分传统或者是创新，或者是东方或者西方，其实它是可以 mix 在一起，它是可以融合的，而且古可以拿来今用那所以我想这些东西传统跟现代的它其实是不会也不需要去分得那么细那么就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老的，这新的，这个是东方的，这是西方的，这样子，它可以都会被取用，都可以被取用，所以它是一个被融合的过程。对，只要它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有帮助，有提升，它就可以用。老师，我知道您有做一些讲座，
谈那个文化创意的那个产业，或者是文创的一些融合，是不是就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个过程，就像刚刚谈到的，不管是传统还是现在，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或者是推展，已经是超越过去的那个对立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拜这个科技之赐啊，我们的视野也扩充了，那我们的跟别人的交流那个机会就已经扩大了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哦，原来这世界不只有我们，不只有我家人，不只有我们同学，不只有我们国家的人，他其实还有同样在这个时间点上，在很多地方都有同样的人在生活着，然后过着他们想要追求的他们想要的生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它只要是善的，只要是好的，我们大可去拿来运用，然后再跟别人分享。哎，我们做设计其实最大的好处，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你把你的想法散播出去，然后呢，你又可以得到你自己所要的养分，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分享你的快乐，跟你的一些想法。那老师，您刚刚谈到我们讲说，2002年那个流转巨首是接触法鼓山的开始，那后来还有几场的展览您都参与了。那在接触法鼓山之后，跟您后来在接到一些不同的个案啊，不晓得这几场的活动或者跟师傅的互动，对您后来在做案子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是心灵环保这样的概念对您在之后的创作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蛮大的啊。所谓的蛮大的，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人家全然的在信任你，把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么大的重要的事情丢给你去做的时候，那种信赖感哦。然后你要怎么去回报呢？你要怎么去，就是说理解到人的那人心胸的那样子的宽大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的呢，我们面对其他的case，他们如果说没有办法这样全然那个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展现，就是说你从你原来的这种宽大的业主那边的心胸，然后让你的那个这个受限制的那个业主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付出，既然你来找我了，我就尽量付出，我不管你是不是就是说能接受或不能接受，我是尽量在帮你。那至于你能够接受到的是一级的东西，还是二级的，还是三级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欣然去接受。只要我们能够帮他加分，能够帮他解决问题，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啊，就是跟法鼓山这样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其实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包容，包容，然后接纳，接纳，然后就是师父讲的，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这四句一直以来就是我们三行堂一直的一个信念。我们都一直就朝这个方向去做，虽然有时候免不住自己忍不住自己还有一些野性，还有一些那个东西是会冒出来，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我们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让您觉得冲击比较大的？在印象里面是有的，可是这种大，你现在只剩下一种，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么大的冲击而已。那至于他的 case， 他的年月，他的发生的那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比较模糊了。Okay， 所以很奇怪的，他就是比较模糊现象的那个繁复或者是纷扰啊，就过了啊，过了就过了，但对，
可能记得曾经发生过，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在您的心里头已经是没有留下什么残余的东西。对，他只是说留下一个残影，就是他是那样子的煎熬，那样子的困顿。但是过了以后呢，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这种困顿不要再发生，或者是不要这么强烈，只是这样。但是那些东西的东西就像水一样，它就模糊掉了。真的就像刚刚谈到的那个，因为已经面对了，然后接受了，也处理了，所以他就也可以说他是某个程度他是放下来了，被放下了，某个程度了，某个程度的放下。啊，老师，那个我想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做设计啊，或者是策展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老师能不能就您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给这些年轻人一些简单的建议，就是如果有心想要走这个领域的人，他可以怎么样去，当然专业的部分我想他们都会去努力，但是在心境上或心态上有没有一些建议他们？身为一个设计师啊，因为我从大概二十几岁就开始从事设计，那这么久以来，当然因为时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遇到的挫折当然是比现在要多得多啊，也辛苦得多，但是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我想应该也很多啊。这个行业非常令人喜爱，它可以说是我一辈子能够一直做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工作，无怨无悔的。对，我在45岁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50岁的时候我要退休，可是到了50岁的时候呢，我想说啊，不行，我要到55岁才退休，因为你还有那种乐趣在那个地方，你还想去实现某一些理想，所以一直到了我到了60岁了以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退休呢？我做得这么愉快，对不对？我天天都不断的在学习，我不断的在跟我的前辈学习，甚至跟我的后辈学习，我为什么要退下来呢？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还可以贡献很多的人。那所以如果说有心要从事设计这一块的，我建议你们就很愉快的来做，而且要往正向的，因为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它的挫折是必然会有的。再怎么愉快的，比如说演艺圈啊还是什么样，他的那个困难，他的那种失望或沮丧，那都是会来的，那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去学习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性灵而已。所以我倒是觉得能进来的话进来吧，这个行业非常愉快，非常有趣。Okay, 谢谢老师。今天很高兴老师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从老师的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们看到了心灵环保在另外一个面向的呈现，然后他可以在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甚至在跟业主的互动当中，甚至在做设计的挑战的时候，都可以当作一个对我们新的锻炼。那今天很高兴也谢谢老师来到现场，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听老师分享这些部分。好，谢谢。